山洞里面去，哦，他们这个巫师要成为一个巫师，他钻到山洞里面，一个礼拜，在那个山洞里面钻进去，不吃不喝，好像重生一样，就像我们闭关一样，它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它是巫师有他们巫师的一个很完整的系统。那这个就是他们那个那三个人下车的地方，我们看到是一个坟场，那都是坟墓。就是后来他讲说，他们昨天就三个人就在那边下车，我一看，哎呦，这是一个坟墓啊！所以呢，我们在讲说，真正的巫医呢，我在非洲啊，大概看到的巫医啊，大概大概没有2000，也有1500吧，蛮大的一个数字，认识的各种巫医。可是我觉得真正有能力的不超过三个。那其他大部分的装神弄鬼，要不然就是要钱，要不然就是弄一些东西来骗你。然后还好我们都会识破他。那他被识破，他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啊。好，你知道这就算了，没被骗，你厉害好了。哎呀，跟你打招呼啊，出门来跟你说啊，再见啊，以后有空来玩啊，就这样子，无所谓。所以他们活得比我们自在多了。我们讲就是说，这个将恐惧不安呢转换成勇气的能力。还有广大无私的爱与包容之心，我们会发现说，所有的不管是圣者，他都有这种心，才能创造这种生态，才能够驱策这样子的能量啊，这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啊。那我们讲山的崇拜啊，所有的东西，我们大概所有的原始文化里面绝对脱离不了山的崇拜那我讲一个我跟山有关的故事这个山是很有名的一个山哦。那个最高的那个地方就是珠穆朗玛峰，哎，8848。那时候我因为我在西藏，我去了22次西藏，那时候我对西藏的那个苯教也很有系统，也是一种巫术，很传统的，它是尤其它的诅咒很厉害，所以你看那《弥勒日巴传》，它一开始就用诅咒，那诅咒非常厉害。尤其集体诅咒的力量非常强，诅咒的你可以上吊，就是那个马浪讲的，那西藏为什么没有办法如果这样子的话，西藏为什么没有办法我觉得力量，他那个力量是，比如说他诅咒一个人怎么样怎么样的话，他还是要很多的条件因素，就跟我们讲的巫医一样，那个巫医不是每个人都能救，他不是每个艾滋病都能救。就是说，他第一就是说，这艾滋病，他最末他能救他，是因为说，你有那种心，他才过来说啊，你有这种特质，你愿意为别人牺牲自己，啊，真的吗？你真的是这样子吗？那他要问三神，他才能驱动那个力量，不是说驱动巫师的力量，它也是一种桥梁而已，那所以巫术的部分，它也是就像我们讲诅咒一样，要各种条件因缘都成熟。那这是珠穆朗玛峰，那时候我在西藏，这是到那个隆布寺，隆布寺就是全世界最高的寺庙，5700公尺高的隆布寺，就是这里面住的全部都是阿尼，就全部都是尼姑，很奇怪全世界最高的寺庙居然住的都是尼姑，所以这女生是高人，所以他们的感受性很强。那我们去的时候呢，他们有个很奇怪的一个部分叫保平器，就是人在呼吸的时候，人可以浮到漂浮起来。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当时我想去研究这个，然后他说我们这只能教女生，不教男生。我觉得说为什么？他说就是这样子，那他就不愿意教我，那我也就算了。在那边住了几天，我就是住了一天。那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忽然间看到那个珠穆朗玛峰。一大早的时候，阳光出来的时候，看到它，我就很感动。就这个珠穆朗玛峰，哇！我就忽然间觉得很想爬上山去。那后来我就跟那个里面的那个 Kendo，就里面的住持讲说，我要到那
个我想爬到我想上山，他看看我，马累马累马累，就是不行不行，他说很危险，这个第一这个方向去很危险，第二季节也不对，第三你也没装备，都不行啊，他你上去很危险啊。那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觉得山在呼唤我。他一听，啊嘞，好的，他就找两个雪巴人，他说你们带他上山，他是有使命的。所以很莫名其妙，就是那两个雪巴人，他说你带他们上山功德很大。那小雪巴人就说好，就我们就后来就去爬珠穆朗玛峰。哦，非常非常的伟大哦，那走很痛苦，然后大概走到差不多6000公尺的时候，大概上升大概从5700到6000，受不了了，呼吸很困难，觉得肺在燃烧，很痛苦。那后来怎么办呢？我就跪下来跟圣山祷告，我说我感觉你在呼唤我，我说我不相信的。可是这个讯息这么样的清楚，哦，我觉得就是，我觉得那就是一种感知，觉得就是啊，就是你在叫我要上去啊，为什么我不知道？可是我就知道我要上去，可是也很没有道理啊。那我说，如果你真的要我上去，请你帮助我。我说我就把我交给你，我说我就继续走，如果不能活就不能活了，哎，痛苦就消失了。那我就继续走，那走走想，哎呀，好奇怪啊，怎么会这样子呢？那回去一定要跟大家讲，哦，这是奇妙的经验，人家一定会很崇拜我。哇，忽然间头又很痛，就这样子，就是且战且走，念头一转就痛，然后就跪下来跟雪山祷告，然后自己又放空了，跟雪山一样，完全没有了，完全。我觉得那力量就产生了，所以我觉得说这种祷告，这种心念的力量不可思议。你看，我们后来我大概走到8000，大概走了2个礼拜，走到8000公尺高，但我们粮食也吃完了，那刚好碰到一个大断崖，哦，过不去。过不去以后呢，我们那两个雪巴人就说东西也吃完差不多了，我们现在不下山哈，可能不行了，他下次再来吧。那我就跟他，我就说啊，忽然间觉得说，好像应该也是这样子。这次只是先有一个经验，那我就回过头来跟那个圣山说：“珠峰再见。”我讲完这话就开始痛哭，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哭一直哭，也不知道为什么，哭完以后觉得很舒服，可能有很多委屈吧，啊，觉得好好的天上干嘛要来人间呢？反正是这样子，然后就后来就下山，我们下山以后就雪崩，我们刚站的地方就雪崩埋掉了，所以很奇妙哦。那你可以看到这个西藏啊，基本上它是一个，就是四周都是雪山环绕，雪山都是这个哦环绕着。然后呢，太阳出来以后呢，山上的雪水就溶解下来，哦，所以它不是靠下雨，它是靠太阳出来，每天水流下来，然后有水以后呢，它就可以开始种青稞，所以没有雪山就没有水，没有水就没有生物，那没有生物，大概人也就不能活。所以你看，它一定是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生物链。那雪山是生命的源头，哦，这水流下来越流越下游，越汇集越多才成为河流。所以所有的文化跟河是脱离不了关系的，哦。最近到林芝坡密，已经到雅鲁藏布江的下游了，哦。那你看它每年呢？他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法会，每年到了年终的时候，所有的人系家带眷的围绕在寺庙的周围，他们过年是这样子过的，
然后让自己身心清净，把所有的毒素排掉，获得重生。你看，真的过新年，我们的新年，你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所以呢，我们没有得到新生，他们是一定要在这次年终大扫除。哦，那这时候他们就讲了一种他们的会回溯生命的一种舞蹈。那你看这个女的呢，她就雪山的女神，她的手慢慢的把水从山上流下来。她这个戴着白色的面具，这个女的就代表雪山女神。哦，雪山女神出来以后呢，黄色的土地开始舞蹈了，土地开始苏醒。土地开始苏醒了以后呢，植物出现了，有没有？所以你们看得很清楚，有没有？雪山女神，女神，女的，哦，大地之神，大地女神，到植物以后，男性才有出现，所以他们是母系的，到西藏现在还是母系的，哦，所以你可以发现以前都是母系的。那后来当然暴政必亡嘛，啊，后来男性又重新掌握了天下。然后植物出现了以后呢，开始有了飞鸟。那飞鸟就是一种活动的一种像灵体一样的东西。这种东西呢，出现了以后呢，它转变成各种生命。啊，那我们刚刚讲的是一种神话。那这个是考古，那这是一种在悬崖峭壁上，我们发现有非常多奇妙的图腾，那这可以追溯到8000年前。那这时候出现两个问题，这些人怎么爬上去画的？那第二种是他为什么要画？怎么爬上去画的没有解答，因为你如果从上面下面搭梯子不可能，太高了，上面下来也不可能，因为你的没有这样子的工具，你的藤的重量就会把它自己拉断，那何况在一个人，所以不可能。那唯一的解释，那时候的人会飞，只有会飞的人才能够画这个东西，外星人，怎么说我们不晓得，反正这个有很多的争议，但是我们知道说他画这个一定是跟现实的生活无关，绝对是属于一种灵魂的，灵魂就是精神层次的一种活动，他才需要做这个事情，在山上留下印记，就跟我们刚刚在看到这个非洲，他在山洞里留下印记一样，他会在山洞里留一个血印，动物的血跟他的手盖在那里，表示他们结合了，盖章了。哦，那这个到底是怎么样？没有一个定论，可是我们知道那时候的人类是有这样子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其实跟现实的，我们现在现实的生存无关，我们若用现实的生活来考虑它，它是为了什么什么样的目的，地位什么都好像都不是。那我们从这个图腾里面发现有太阳崇拜的影子，有太阳光，人半蹲着，半蹲，那这个就跟殷商时候的那个一样，人半蹲，好像哦，就是当人慢慢的弯着腰可以立起来，然后手朝着太阳的一个姿势，哦，那这个情形呢，在现在目前来讲，那全世界很多东西都有这个太阳崇拜的影子，哦，有没有？就这样，半手伸着半着，然后哦，这个图腾呢，在各个地方都有，在非洲啦，在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图腾，哦，那以至于到现在印度。很多的人呢，他们还在做这个事情。那早上起来，他一定是跟太阳交换信息，从太阳去获得生命力，然后祝福大地，然后感谢大地。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发现他的精神活动很丰富。就像我们在非洲，我们觉得他们精神丰富很多，因为他不断的跟植物、跟大自然界不断的交感，他收入很多。那我们一起来就是烦恼，我们就是一开始就是都是负分，他们有。吸收很多不要钱的东西，哦，好像什么东西都非要钱买不可，很痛苦，哦，像他的修行者也是，哦，阳光照在水面。